三百里清河滔滔北去，五千年文脉滟滟流觞。古老神秘的郭底山遗址曾迎来赣东文明的第一缕曙光，曹洞祖庭的诗画禅境留下过多少高人雅士的探寻足迹。古朴沧桑的唐英古镇透射出夏户与赣派建筑的灿烂辉煌，忆红土地上的烽火硝烟，赏千年传承的戏曲歌舞，品自然天成的农家美食。欢迎您来到文化抚州，梦想之州，在抚州观天下。欢迎下载抚观天下客户端。